一个愤怒到极致的人有多可怕？只见枷锁直接被他震开，就连使者也不放在眼里，轻轻一甩就扔出百米远。原来男人本是部队服役的士兵，因为一个新兵的大意导致他腹部中枪，然而赶来的中尉看到后却并没有把他送去抢救，而是唆使新兵把他直接埋了。因为中尉怕枪支走火会影响自己的仕途，并且还告诉男人的母亲，称他做了逃兵不知所踪，男人因此冤魂不散，是要讨回一个公道。母亲也不相信儿子是这样的人，于是便到部队找到那位中尉，想让他调查一下事情的缘由，而身为凶手的中尉却不断地把他往外推，直到母亲摔倒在地上。化为冤魂的儿子再也忍受不了，他不顾使者的劝说，就算变成厉鬼勇士不得超生也要出手保护母亲。儿子所有的怨恨彻底被激发，一场巨大风暴席卷整个场地，而他也化为一具恐怖的怪物，破坏着周围的一切。此时他在阴间的哥哥也在使者的带领下准备去往最后的天伦地狱，可就在半路上，哥哥却说出了真相。原来在高中的时候，因为母亲身患重病，弟弟也营养不良，导致他没有生存下去的希望，于是有了杀死母亲的想法，但最终还是没忍心下手，而是离家出走，拼命地在外面赚钱，之后也再也没有回过家，这让使者感到很绝望。如果真是消防员说的那样，最后一关肯定过不去。就在此时，消防员突然陷入黄沙中，正在慢慢地被吞噬，原来是因为他在人间的弟弟大肆破坏，连带他也被卷入其中。弟弟听到女使者的呼喊声，一抬头就看见哥哥被黄沙淹没，他顿时恢复了意识，而使者老大也趁机将他收服。这时地狱中的黄沙突然出现一座古堡，而眼前这个人正是掌管天伦地狱的阎罗王。因为消防员弑母的行为，他决定做出最终审判。女使者试图为他辩护，说当时消防员并没有下手，而且当时的母亲还是昏迷状态。阎罗王为了审判的公正，决定重现出当时的场景。原来当时消防员举起枕头的时候，其实母亲是清醒的，但他没有做出反抗，因为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两个儿子。消防员知道这一真相后，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，心里的愧疚感让他放声大哭，甚至要求阎罗王判他的罪，而唯一的要求是想当面和妈妈说一句对不起。然而就在宣读判决的时候，周围晃动了起来，黄沙中居然出现了母亲的形象。原来弟弟在使者的帮助下进入了母亲的梦境，并且告诉母亲自己做了法官，以后就可以审判坏人了。母亲听后感到很欣慰，弟弟流着泪准备和母亲告别，还恳求母亲要原谅哥哥。而就在这时，一直聋哑的母亲居然开口说话，原来她从来没有责怪过哥哥，两个儿子都是她一辈子的骄傲。哥哥再也忍不住想上去拥抱妈妈，可黄沙一碰就散，他不停地喊着对不起，然而妈妈却再也没有机会听见。阎罗王也被打动，他直接将判决书撕毁，因为在地狱的人得到原谅，那就算没有罪。而消防员也因为过了七层地狱的审判，得到转世轮回的机会。如果真的有七层地狱的存在，能转世投胎的又有几个？